好，打叔兄弟，打叔兄弟真的要干了吗？打叔兄弟真的屌啊！打叔兄弟真的屌，禁忌法爆干掉一致也算是一种进步了，因为一致前面不一定有宝宝，禁忌法爆出来就一定生效。这只宝宝进阶过的，地厅是不可能用来回炉的。老马孤号要钱，那谁孤号不要钱？孤号不要钱，那你肯定排不上队，对吧？你得这么想。可以自己看藏宝阁，挨个学，对准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我拍了。爆！掉了是高法爆，感谢字母啊，谢谢字母。无级别妹妹就是有底气，看着感知不爽就是干。哦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刚才我说的那个五地府被办了，兄弟们，那个最新通知，抓鬼大赛不能使用回门派技能，不能用五地府啊，就是单纯的比拼实力，看谁最快。反正也没有人去用五地府抓大鬼小鬼啊，那立地府什么护伤地府上哪那么好凑去啊？你们有啥绝招别现在说，现在说他妈的。对不对啊？有人看着呢啊！都怪你们他妈走漏了消息，要不然这两万元就是我的了，赔钱。这操作确实下饭了。老板，你的这个打书非常令我们敬佩，在已经成品的情况下，然后还要坚持啊，给法爆干掉感知啊，但是法爆没有干掉感知，干掉的是须弥啊，这样的话你可以获得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奖励啊，就是今天的奖励给你的奖励呢是非常用心的啊，就不是像普通的那什么洗面奶14.9的短袖了，给你一个网易的产品。看见了吗？这是网易耳机，这是苹果耳机，这是网易充电器。苹果耳机1000多，网易充电器99，你猜我送给你哪个？你猜对了啊！我要送给你网易制造啊，网易官方出品的一个网易无线充电器，10000毫安，无线和有线可以同时充。无线放在这儿，手机当支架，然后能看电视剧；有线再连根线，可以给闺蜜和男朋友、女朋友充电啊。这个。最好的设计往往却最朴实无华，没有花招啊，就是最实用的两个支架功能啊，然后加上快充加无线充电，支持啊很多个高端手机啊，小米、华为、三星和苹果啊，然后苹果插充满无线电的话只需要3.5个小时，3合1，还可以当手机支架、移动电源、无线充电器啊，非常的暴力。关键它的品牌呢是网易原显，原价139，咱们有40块钱的优惠券，到手价格99啊。99送给老板啊。